哎呦，要不要？所以引来争议啊，焦点就在于已经年近六旬的严芳女士呢，仅仅是运用了隔空发力和推手，就把一个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给打飞了几米远。随后记者电话的录制和对手电话对手相继转出后，由子到胯，去，去吧，谁？嗯，去，左手右脚都打打，去，练出去正练，随便，空。这叫胯。完了以后举的时候，你看，这手来了，你说这，这一进就拿，正，你说这，就拿，正，thank you.
就一个人能打赢我啊，你看你的这枪力没有东西啊，跳多本没事啊，不太痛快的，小孩小孩往后，哎，我自己老是不对，不太痛快，那有点太痛了，但有点太过瘾了，哈哈哈哈哈，你练，都已经练完了，这哪是牛的，别跟我比练，干嘛给他一个？我三天，我现在来一个，进一个什么？不动了，给他一个话，他那个乱了啊！哎呦！被放完了，回来以后大家在喘气，收不住，想收脚收不住，什么也收不住。挺累是吧？啊，累。什么感觉啊？这当时这就出现了，疼就出现了。哎呦，吓死我了！啊！他已经把他死了，对不对？在家给过了，所以呢，别再给我喝牛奶了，我要给他们喝牛奶。
在这鬼带啊，非常好，开拿着 IG 送到我这儿不是去，我是华人的外人，叫什么？现在是啊，穿球衣，哦，就是在四十了，哎，对，现在穿球衣很不错，他不是自己蹦的，现在加速了，把音色，你看他要自己蹦，他必须往下蹲。They could emit energy, and it wasn't just their physical force that beat their opponents, it was their chi. But that goes against everything we know and understand in Western science. It defies the biophysical laws. This is where Chinese medicine takes a wide turn off of what we understand and accept in the West. 我用的是和谐的办法，我给它合上。我这里是一个我，那是一个赤斗。那分开，就是我的那个意念上那个地方去了。行，我的意念上那个那个去以后，我这个地方那个就是我的池子，这是我的去的，我这也不使劲。对，就产生这种状态。对，这个不用力，不用力，没有用力，肯定不用力的。对，没有抓我，我明白。啊，抓我是没有抓我。我没有用力，我不是这么动，抓不动。这个我也告诉他，我是用那个思想，我的意念一动，我的意念是一种能量，一种东西在你做这个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多数是热的感觉还是冰的感觉？没有感觉。Now, as an American student, you're studying this. What's happening? What happens is, let's say, so I practice a lot of hard martial arts. I go in with my strength, and I push as hard as I can. And actually what happens is, his energy goes out of his body and into your body. So that you become sort of a marionette on strings, where if he wants to all of a sudden jerk you with just energy, he doesn't have to move his hand, suddenly every muscle in your body, every cell,expands or contracts. But that defies. Showing me an MRI scan. I did not believe this. Each of those maps was drawn up by someone who could see in part, but not the whole. I spent my last dollar getting here.One-way ticket and you're talking to me about healing through belief. You're a man looking at the world through a keyhole, and you've spent your whole life trying to widen that keyhole, to see more, to know more. And now, on hearing that it can be widened in ways you can't imagine, you reject the possibility. No, I reject it because I do not believe in fairy tales about chakras or energy or the power of belief.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pirit. We are made of matter and nothing more.You're just another tiny, momentary speck within an indifferent universe. You think too little of yourself. Oh, you think you see through me, do you? Well, you don't. But I see through you! To show you just how much you don't know. Open your eyes.
not very much in very sexual. I'm asking this is the infernal power on team.
you seen that before in a gift shop? Teach me.严方告诉记者，正是因为他的徒弟们会画力，所以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而记者没练过太极，不会画力，所以才不会有什么反应。随后另一位从没有练过武术的记者上场，他也没有被严方的弟子画力，反而将对手摔倒在地。我是您的功，其实就是您跟杨老师其实都是练过的，但是就是因为都是跟我一个没有练过的人去握，但是杨老师不能跟我练，而您就能跟我一块练。因为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说，我说这个话好像有损你的这个什么了。没事没事。在我这儿这个，我只能教弟子说，可以这样讲。那么我现在不知道你是个什么心态和我握手。不就是我想感受一下。你想，我听着好听话多了。真的，我听好听话多了，甚至现在打电话都在为我要钱，平息这场风波。我说对不起，我根本不会出给你的，就这么道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录制着为什么，前边我相信，拿后边方向和我试手，真的，我只和我的弟子，想学想感受可以学太极拳，精武太极，啊，精武太极拳有网 www.精武太极.com。行，对吧？上面可以看。他可能也就是好奇，主要是年轻人可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慢慢学吧，一步一步学，哎，一步一步学，慢慢你学着练着。你要真作为弟子可以。那这样就行了吧？完了，我需要推你那边，就是我先比划一下，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想尽各种办法，左的右的办法，或者前面后边，我都能给你推倒，是吗？对，是这意思吗？啊，对。使劲推你是吧？反正使劲放下大量的推的行，也不会有更多的。那个总是怕因为离得太近，来来来，没事没事，来，你尽量好，1.5上，1.5。来，还是我发劲。别拿了，别拿了。没有，他这个啊。哎，我这已经硬了，您再推我站不住了。我都没推您抵到这儿了，您推我必然是要的，是吧？就我意思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咱们就稍微收一下，好吧？这里边的东西不能多。我们是啊。你别再剁了，下边地震了，知道吗？下边断了绳了，别再剁了。嗯。他平时一般会在石安路和淮安路和石峰路的一个小广场上面练太极拳。那么今天我们就趁着这个点，去那个小广场上去找一下，希望能够碰到严方。不会，咱俩不会，我问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叫严方的，他在这打太极？对。不是他徒弟吗？对。不是他徒弟。对。
请问他那个文昌台那个功夫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那真的是不是真的？那文昌台他现在还来吗？来。我们采访的视频里面那位经常出来的光头男，也就是他的比较绝育的一个弟子，他叫做刘海。但是这个时候严芳的态度跟之前在饭桌上给我们的态度是有一个180度的转变。首先呢，他是怀质疑我们的技术身份，然后之后他又说，他已经非常累了，已经办了下午的事儿，然后也不想接受我们的采访。这个徒弟就要求我们把采访刘海的那一段视频拿来给严芳看，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视频给严芳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严芳他突然就轻一脚出去，然后那个刘海龙当时就叭往后一仰，然后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在那干咳，然后这里飞通红。当时这个情况很突然，然后让我们在场所有的人都基本上都懵了。